天面小公主张雨静跟你听人讲咩啦？我讲吼，咱期待看嘛哎，吼晚一点，咱期待看嘛哎，看伊来到现场未？我跟你讲，我头拄仔已经有甲你放上啊吼，已经来到现场啊。但是呢，因为人伊做有生意的，虽然讲吼，伊的脑后咧痛，吼，脑喉咙在痛哦。但是伊知影讲咱阴暗，足侪咱的好朋友吼拢期待伊当来到现场哦。所以呢，嘿。真正哦，抱病上场哦，赶紧来，雨静，来，雨静，咱先来给大家，来给大家问候一下。哦，咱今天要介绍什么所在？中龙村，哦，咱安定区，中龙里，我搁迄个过去的时代，搁个村哦，中龙里，哦，所以讲来到这哦，离咱遐足近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人讲吼，即土亲人亲，啊，所以讲大家吼，头拄仔一直期待讲你会当来到现场。我讲虽然讲吼，头拄我讲讲啊，我解释啊，吼，咱听得哪有听？所以讲吼，但是咱嘛做生意吼，一定要来到现场。所以讲，毕竟咱今日要唱什么歌曲？梦里花。梦里花，嘿，啊，恁对我毕竟够有信心，敢知影？吼，唔知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我讲介绍一下。知道。因为那边这个台湾那么旺吼，勇闯十关，过十关未免十关，真正无简单嘞吼。啊，唱过足侪条歌曲吼，而且做过足侪个造型造型吼，迄伊讲伊妈妈甲设计，吼，啊，所以讲除了讲这个囡仔吼，平常时啊嘛足努力，自己很上进，啊，搁厝吼会人个咧甲支持，啊，背后搁足侪遐好朋友贵人吼，你相助，大家拢啊争相邀约吼，会当互伊去表演安尼吼，来。啊，而且吼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咱台南市的跨年，这是咱的骄傲呢，连咱安定区的骄傲。跨年，吼、哦，咱这个台南市会跨年，啊，搁咱台南市遐做市政府的这个新闻局，吼、哦，新闻处的这个跨年，两届跨年拢争相邀请咱的雨静吼去表演哦。所以讲，这是咱安定区之光啊，吼、哦。来，我紧讲这侪，因阿吼，伊虽然是讲闹你听，赶快抱病也要来到现场。用这个歌声吼，甲大家来小结缘安尼。来，雨静，搁讲一遍，你阿要唱什么歌曲？梦里花。梦里花是什么人唱的？张韶涵。张韶涵啊，所以伊就是国语歌对吧？好，来，咱听看嘛，听咱雨静诠释这首歌曲。来，咱掌声的欢迎。穿越过风沙，
是。